大家好，计算机系统要素是一本很好的书，里面介绍了如何从零开始架构一台小型的计算机，名字叫 Hacker。 我用 FPGA 实现了一台 Hacker 计算机，这个视频就是演示这台 Hacker 计算机的外观、运行效果和下载代码的详细过程。此外，这台 Hacker 计算机的 FPGA 源码是开源的。这个视频包含的内容如下：一、这个视频的介绍；二、硬件接口；三、下载硬件代码；四、下载软件代码；五、运行软件代码。硬件接口，这台计算机的接口有 VGA、PS 钢头键盘、JTAG 串口。JTAG 接口用于下载基于 FPGA 的硬件代码，串口用于下载软件代码。接下来，我们看一看 Hacker 计算机的硬件实物图。The hardware of hack。 我们启动 Hacker 计算机并且运行一个程序，请稍等。三、下载硬件代码。我们通过 JTAG 把硬件代码下载到 FPGA 芯片内，实现 Hacker 计算机。下载的流程是：启动 Core2 程序，打开 Hacker 计算机的工程 ，PE 代码把硬件和电脑连接起来，下载。接下来，请看下载硬件代码的操作过程。四、下载软件代码。我们通过串口把软件代码下载到 Hacker 计算机内。下载的流程是加电 Hacker 计算机，并让其进入下载状态。在 PC 机器上启动 UR2 Download 程序，点击打开串口按钮，加载代码，下载代码。这里下载的代码是 Ping 程序 ，Ping 是个小游戏。它来源于计算机系统要素的第六章。UR2 Download 程序是开源的。接下来，请看下载软件代码的操作过程。
五、运行软件代码。按下 Hack 计算机的复位键之后，等待几秒钟 ，Ping 游戏就开始运行起来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玩 Ping 游戏了，请看接下来的视频。